故经云：由心法界如虚空，心充满了法界，跟虚空一样。这知诸佛之境界。什么人知道诸佛境界呢？由心法界如虚空的人，他知道，他成佛了。而且心跟法界跟虚空是一，一二三，三而一。心有多大，跟法界一样大，跟虚空一样大，没有边际。中国古人说这两句话非常非常有道理，就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对吗？这是心。无外是讲广，无内没有底线，妙啊，妙极了，能生一切万法，能现一切万法。宇宙的来源，万法的来源，一切众生的来源，就是自信一念变现，没有先后，没有古今，确实就是一念，当下这一念。一念里面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距离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先后，真正清净平等到基础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